谢谢大家，那么这么热心，在香港大家聚在一起，大家努力争取民主。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。私はチャイニーズです。世界のどこにいても、どこで生活しても、私はチャイニーズです。だから今年の中国の出来事、すべてに私は心を痛めてます。中国の未来がどこにあるのか、とても心配しています。私は自由でいたい。そして全ての人たちも自由であるべ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。それが脅かされているのがとても悲しいです。でもこの悲しくて辛い気持ち、いつか晴れる。誰もきっと分かり合えるその日が来ることを信じて、私は歌って行きます。それでは最後、新曲悲しい自由を聴いてください。
路中，今夜落花城中，春来春去几无踪，徒留一帘幽情深重，若能相知又相逢，公子一脸幽梦。兄弟姐妹们，刚才大家看邓丽君那个时候，没有多少人都控制住我。啊，唐平啊，找到这一段，让我们真的看到，就是中国人啊，骨子里是有浪漫，也是有追求民主、法治、自由的。邓丽君女士已经作古了，但是这一段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。我们选择了《一帘幽梦》，今天特别荣幸的和 Q 妹有她一人弹着钢琴，还有她的先生瑞恩。还有我们的唐平老师、魏良老师改写了这个《一帘幽梦》。这个《一帘幽梦》是我们这几代人啊一起唱出来的歌，像甜蜜蜜一样。但是当我听到邓丽君的女士最后那段的时候，真的受不住，每次都受不住。我昨天晚上听两遍的时候，我就整个人都无法冷静啊。我觉得这才是精彩，这才是浪漫。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。邓丽君没有去过大陆，但她作为一个台湾人、台湾同胞、中国同胞，一直在为我们的同胞民主自由奋斗，她从来没放弃过。愿上天万佛万神保佑邓丽君女士在天堂的快乐安息，我们会完成她想追求的，消灭共产党，让中国人有法治、自由、民主。现在我来演唱我们新中国联邦版的《一帘幽梦》，感谢唐平老师、威廉老师、瑞恩、Q 妹。为何我要灭共？是谁带来苦痛？多少愤恨在心中？唯有战友能懂，他会向钢生犯下罪孽深重，欲占台湾大一统，必是黄粱一梦。谁愿生死与共？大破千年的牢笼，中华儿女多英雄，今朝盘古必相逢。
为何我要灭功？是谁带来苦痛？多少愤恨在心中？战台湾大一统，终是荒凉一梦。谁与其革灭共，打破千年的牢笼？感动，这首歌真的，我觉得汤平行，没事没事，不要不要，别开玩笑了，再来一段。从为何我要灭共开始，为何我要灭共？是。柯梅这琴呢、啊，真能弹死人，也能弹活人。就是当时柯梅在这钢琴前面，就是第一次弹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觉得我能唱好。然后呢，唐平就一直忽悠，反正老鼓励我，就是先录好的歌我听。然后呢，就买了钢琴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他和他先生带着孩子，每天就在这块儿，就在这块儿这个准备着。我觉得这个歌，特别是《一帘幽梦》。它伴随着我们几代人，音乐是没有寿命的，音乐是永恒的。所有的时尚
还有电视剧电影你都会忘记，包括我们直播，但是音乐是不会被忘记的，这就是它的力量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看邓丽君的歌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的感动，它激励着我们，它让每个人的内心的世界都打开了另外一个激情的门。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，从来也不会放弃。这下一段送给在天堂的邓丽君女士，我们一定会完成您的使命。为何我要灭功？是谁带来苦痛？多少愤恨在心中？向港生成犯下罪孽深重，欲占台湾大一统，必是荒凉一梦。谁与其革灭共小白、甜甜，谢谢青藤，谢谢唐平老师、威廉王，爱战友，谢谢。